工业地的利益有多庞大呢？我们来看桃园市观音区桃科一期的例子。1988年，观音一带农地每公顷约220万元。1999年，桃园县启动桃科一期计划，宣布以每公顷1600万元收购。短短11年间，土地价格大涨，增加6倍。还不包括近年全台囤地严重，工业地价格逐年攀升。目前桃科每公顷土地价格已经来到2.4亿，与当年农地的价值增长幅度高达108倍。这样的结果等同扼杀中小企业，间接导致产业出走。